甲官总共我前后做了将近六年，因为甲官可以接触到各个社会上不同层面的事情。那虽然大部分是纠纷的事情才会跑来到地检署，那当然不过也会有一些社会关怀或者是一些像行政上那些相应的事项。也许就是因为检察官就是侦办这些犯罪，所以他比较容易受到民众的注意或者是瞩目，甚至会把检察官当成是一个正义的化身。法官的角色就是先天上我们自己就有一个认知，他不会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虽然司法被动，虽然我们不主动去解决人民的问题，不像是行政机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福利措施，我要盖一个大桥，我要做一个什么建设，让人民很有感的说政府在照顾他。虽然司法没有这个特性，可是司法是在解决人民的纷争，一个一个纷争的解决之后，人民唯有当自己的纠纷都平息了，才有办法放心的回归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跟工作，让人民安居乐业，平静的生活，这就是司法的功能。法官是一个很烧脑的工作，你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办公桌，然后开了电脑打判决，或者上了法台坐下来审理案件，你才叫在工作。那当然有时候很困难的案子的时候，他想法是很片段的，或者是不成熟的。有时候不在办公室，有时候是在吃饭，那有时候是在散步。有时候可能带小孩出去玩，但是就突然会灵光一闪，想到那个案子有一个突破点。那个时候，那个突破点，那个想法是稍纵即逝的。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会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那个小本子就是我在任何时候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是一直缠绕在我心中的。我会在我的小簿子里面，先把我的疑问先归类。我的这一类是归什么样的案子？我有疑问点，那个突破点进来的时候，我就赶快翻页。这个在我哪一个地方的地方有一个这个突破点，我赶快把它写下来。那这只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可以让我回去之后，我回过来检视说，我当时想到一个很好的想法，那我再去找其他的书哦，参考的资料，那回过头来再来形成我判决的想法。爬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那个山林里吸收好的空气，那享受这个宁静的这个大自然，甚至跟大自然的花花草草或者是大自然的动物去做接触，那都可以让我自己感觉到很放松。其实身体的运动当然多少都可以让我们的压力释放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要去一直去想着那些烦恼的事情，所以我的嗜好或者我的运动习惯都是可能跟我的工作之间是要为了一个调剂而慢慢养成。我个人已经打了十几年的太极拳，那我觉得它反而是一个让我放松效果最好的运动。我在打太极拳的时候会想着我的呼吸，那所以那些烧脑的事情也不会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回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时候，那跟他们早稻田的学者在聚餐的时候，那他说了一件让我觉得蛮感动的事情。他说他觉得他们日本即使你看他那么现代了，但是他认为依然有城乡差距，包括资源，包括资讯，包括教育、医疗等等，跟我们台湾也是虽然小小的，但是同样有一些差距。但是他非常骄傲的跟我说一句，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城乡差距，就是我们的司法。”他说他认为全日本一流的法官就是分布在他们 全国的各地，所以他认为他们唯一没有落差就是司法资源。他们认为他们每一个一流的法官到了日本的各个角落去提供的就是都是最一流的司法的服务。那我自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
如果有一天，那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台湾的民众这样讲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人才可以说，那是满意，是有做到，就是说真的有做好这一份工作这样子。